喋ろう。おお。あ、いいよ。わほ。Hi guys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美食频道，健康美食哦。我今天在那个超市发现了一个这个，叫 hot pot slice， 啊 beef slice， 然后看这个图片很诱人，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的决定做一个牛肉火锅米线，beef hot pot rice noodle， 然后我又发现了这个好像也是新品种，在 cos 的亚洲超市，啊在 cos 的亚洲区域。这是个米线，然后我用海底捞的一个牛油火锅底料，然后再加上蔬菜、大白菜和蘑菇，就可以开始啦。这个米线打开来，里面有三包这个小包装，还挺好的。然后我决定三包都放下去。煮面、烧菜、火锅都可以用，闻着还挺香。好啦，完成，米线可以出锅啦。要有摆盘的好不好？要有点艺术性的好不好？咽口水。哦，摆这么好看，再来点汤。说发挥正念的力量，小口吃。某人觉得太辣了。因为太辣，准备再拌点红葱酱吃。哎呀，我们开始把米线当菜吃了，盛了点饭，配饭吃还可以，不是四川人吃不了的，而且平常也很少吃辣，所以太辣了。因为某人第一次做麻辣米线，把整块火锅底料全部放进去，导致现在米线只能当菜吃了。建议以后大家。还是用不大能吃辣的话，用半块或者是三分之一块，啊，
不过出了一身一头的汗，还挺爽。好，我们吃完饭来总结一下这道菜的要点呢，就是，火锅底料不要放太多，根据自己对辣的，承受能力。然后米线先煮开几分钟放一边，菜的顺序是先放蘑菇，再放白菜，然后牛肉片，最后是煮好的米线，按这个顺序放。这个就是懒人版的麻辣牛肉米线。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给我留言、点赞、订阅。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视频，所以需要你们的鼓励。然后 if you like my video, please give me a thumbs up, subscribe and comments. Thank you. Bye.老公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说这个蛋糕 perfect 完美，真的是我有史以来吃到最好吃的蛋糕，是吧？